今天是瑞芳区吉安里的老人共餐活动，适逢端午节前夕，里长和社区发展协会就一同举办了端午季环保宣导活动。难得的好天气让不少长者都愿意外出走走，活动中心外头搭起棚架还有舞台，让社区好热闹。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关天下电视有限公司赞助我们的共餐基金10000块，还有我们的吉安宫管理委员会我们吉安宫赞助我们的共餐下半年度的一个共餐经费我们非常感谢各个单位一起来推动让我们这个关怀据点跟我们的萤火共餐可以持续的办理下去让更多民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吉安里老人共餐已经行之有年，除了每周三有长者到活动中心，志工会用心准备料理，针对里内的独居长辈或弱势家庭，也会每天由热心的志工协助送便当到家里。而有感于社区对于里内长辈的用心，在地方经营多年的观天下有线电视和吉安宫庙方也特别在今天捐赠加菜金，来鼓励地方继续将共餐发扬光大。吉安里在县里长的带领之下，里内的一些建设、立免化还有老人共餐都办得非常好，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因此啊，观天下有线电视也是共襄盛举啊。这次特别捐赠了那个老人共餐的加菜金哦，希望让老人家吃得更好，也希望老人共餐能够办得更久，来加惠我们里内的老人家。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观天下有限公司也来参加了这个端午佳节的活动，也致赠了加菜金，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端午节前端午节能够过一个欢乐的佳节，然后也希望借此包装隐喻，让更多的一些企业团体也能够一起来关心地方。吉安里长就表示，感谢观天下有线电视及吉安宫在今天特别捐赠加菜金给老人共餐使用，让社区在照顾长辈上能无后顾之忧，也希望能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人一起关心社会各角落，让社会更安定。记者陈威，瑞芳采访报道。